叫我先洗澡，然后我说哦，那太棒了，哎，你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嘛，然后就开始洗澡嘛，洗澡之后我中间还是要做一些俯卧撑，为什么？太多看起来看起来状态好，然后甚至我朋友那时候还有推荐一些就是可能吃了会比较厉害的。你也都吃了，也都吃了，那有洗好福利都做了，你三十岁有需要那个准备要上战场？他推荐我要吃，看看因为没有的女生会抱怨说奇怪，为什么男生现在洗澡越来越久？啊，又不是女生，干嘛洗那么久？对啊，我们真的没洗那么久，我们等药效，在等药效吧。很突然啊，你有要先吃再洗澡。所以你们发现我们的动作，第一一定是打开柜子偷偷摸摸。你在干什么？没有的，维他命，维他命。然后放在口袋，然后进了浴室吃下去，然后看时间，因为一个小时嘛，所以他们慢慢洗。啊，其实洗完了也没事嘛，就坐在马桶上面滑手机。等药